金川烧草莓牛奶金川烧，一个70元个，明推出限量30个，买一送一。大叶高岛屋提供，记者涂莹如台北报道。大叶高岛屋第9回北海道物船展即日起至11月27日开跑，于12楼活动会馆举行，约30个摊位推出多款夯品，包含独家的炸幌蟹公船人气海鲜便当、干杯鱼板、松叶蟹肉可乐饼，以及炸幌著名的金川烧等食演摊位。另有初登场的北海道代表性拉面店面屋五铁，面屋胡铁以在地做法制作的隐藏版鸡排，在当地人气几乎与拉面并驾齐驱。另外，本次物产展也推出热门的定番品六花瓶、札幌农学校饼干、特制牛奶饼干、北海道直送水产，另有多款日用品、工艺品。初登场的面屋胡铁炸鸡拉面330元，大叶高岛屋提供。蟹公船人气海鲜便当，以炙烧蟹肉、鲑鱼卵、海胆等多种组合搭配，可尝到鲜甜的海味。三色海鲜便当620元，记者涂莹如社。值得一尝的蟹公船人气海鲜便当，以炙烧蟹肉、鲑鱼卵、海胆等多种组合搭配，可尝到鲜甜的海味。虽然价格带落在450至1490元，但开打第一天就卖出70多个便当，当不乏许多饕客到现场抢购。此外，同为初登场的 Bock 富华是来自北海道的乳制品公司，推出日本木家千层蛋糕、优酪乳、白桃莓果优格奶昔、杏仁豆腐、甘酪等产品，让喜欢乳制品的消费者为之疯狂。北海道物产展即日起至11月26日推出每日一物金，明分别推出苹果派可乐饼、草莓金川烧，限量30份，买一送一。大叶高岛屋北海道物产展的 Bock 富华为来自北海道的乳制品公司推出日本木家千层蛋糕，绵米层层分明，让甜点控为之疯狂。记者涂莹如社。初次登场的苹果可乐饼售价60元，今天推出限量30个，买一送一。大叶高岛屋提供。大叶高岛屋北海道物产展独家推出的鱼板有花枝、虾、干贝、章鱼、洋葱等口味，价格带为60至130元。记者涂莹如社。